我想聽下大家啲掌聲先啊！哇！呢啲掌聲唔係俾我嘅，俾我哋在場嘅所有藝術品嘅咁樣。Magnetic beans 咧，黐住咗喺裏邊咧，其實咧佢依度外邊咧都有個 magnetic force 喺裏邊，可以將隻手放入去，就可以啟動到佢裏邊嘅裝置，然之後改變個 frequency 啦喎。喺唔同嘅角落裏邊咧，有 laser 射出嚟嘅喎。 除咗 laser 之外咧，佢仲有咧四個 projector。咁啊，四個 projector 咧就將咧唔同嘅影像咧投放喺個熒幕當中。咁一陣間咧，大家都可以慢慢去感受呢個 distillation 裏邊嘅過程。呢個藝術品我睇到嘅時候咧，我感覺到時光嘅流逝。不過當然啦，樂觀啲就係好在有 Prairie 幫手啦，咁啊令到咧我哋嘅肌膚可以繼續 keep 住咧同時間對賽啦。呢五張咧抽象嘅相片咧，除咗咧表現到電力同埋化學咧喺細胞上面展現嘅因果關係之外咧。 亦都咧有幾個唔同嘅顏色，就係 La Prairie 嘅品牌顏色，石墨灰、深藍同埋金色㗎。咁啊，希望你容易咧，仲讚咧品牌對奢華嘅享受啦，同埋永恆真美嘅追求。